再来一次，再他倒的话，我就坐着倒。如果这一次他不倒的话，就坐倒啊。预备，倒这个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徐仔今天倒了，好运啦！倒好运啦！两次都是桃的，这一次韩字桃，那贵的就桃花运啊哈，不是啦，这个是鸟的啦。鸡啦，对，我看到这一个。蛇。到哎，这还有几个排队啊？做完这个到你们。鞋子少，鞋子少，在外面的自由就多。学画画的人都好这样，又快乐，又赚钱。又赚钱。那为老板了，现在。小伙子，你去学过画画吗？学啊。啊？学，小时候学了几年。爬得起来的，跳装袋子吗？要不要装袋子？是帮我们做的，帮谁做啊？啊？帮我们做的。你们龙啊？装袋子呗。装嘞，还没做完。放厚一点。哎，不用，你放干多点。还没做完呢，那个龙须的还没有。还有什么东西没放？龙须的这里这两个。哦，那个是龙须了是吧？嗯，连在一起还没那么容易断。这样可以，我肯定受不了。谁让你的事啊？我肯定不能吃。不忍心啊。好吧，我不要残忍。他已经懂得规则，要长大才放人进去。那边有那个什么？他已经懂得那个规则了，长大。好强。谢谢啊。这个先给张老师。